三人，主席关副议长民兵肖议长署理。依报告书项，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市政讨论，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认可。四、依据106年七月十九日嘉义市旅行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呈请有关嘉义市合法旅宿业者力挺市府取缔辉华日租一案，经大会决议，请议事组函转市政府办理。二、本日议程市政讨论，发言议员张秀华、廖天龙、张龙藏、黄秋哲、王美惠、陈信之、吴尚明、蔡文旭、戴林等议员，党务主管、行政处长陈宝东、环保局长张志成、市长涂醒哲、公务处长李建贤、教育处长余坤龙、建设处代理处长赖明煌等单位主管。三、发言要点，张秀华探讨行政处化换调查统一采购瓶装矿泉水及市府推行垃圾减量政策背道而驰，并呼吁市府对议员之建言与论述不应与网军进行负面攻击等议题。二、廖天龙议员探讨保安里李里长针对公36规划与预算审议过程包括断章取义内容海报文宣资料议题，建请里长应召开说明会公开向李明道歉以示负责。二、探讨湖子内区段征收机车道规划错误影响行车安全问题。三、张龙藏议员探讨校长遴选制度不公，市府自圆其说，且有上位阶抵触下位阶情势，及谎市委员无明显作为，遴选过程鲜有黑箱作业等议题，请市长应深入调查以免影响政绩。四、黄秋哲议员探讨果菜市场扬言罢缴租金，呼吁市府应紧速解决遮雨棚与中央车道缺失及制作铁卷门与污水处理预算等议题。二、探讨金钟市场油厂拨用保存登记及市府公开说谎等相关事宜。五、完美会议员探讨果菜市场总经理用人不当吃，为改善市场之各项缺失影响市政影响市长政绩议题。二、探讨保安里里长发放海报之行为鲜有幕后推手之情势。三、探讨市长用人哲学及卫生局去留进行负面评论问题。六、陈信之议员探讨公36规划案及保安里里长断章取义以发放海报行为对议员进行言论攻击等议题，并建请市长施政各项并建请市长执行各项政策前应妥善进行规划。吴尚明议员探讨市长施政方针应务实及人事不安定的造成人心惶惶，主政者勿唯我独尊及北港路两侧区段征收货物转运中心开花等议题。蔡文旭议员探讨环保局对瓶装水使用及回收机制问题，探讨动物收容所新建工程及幕后机制及推行野放政策等议题，请市府每年应进行宣导活动。戴林议员探讨动物收容所工开工时程，建议建设处对工程品质应进行严格把关，并朝宠物友善公园进行规划，以提升认养率，且每月应推行节育活动及进行教育宣导。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确认。好，各位同仁，那么依据嘉义市政府今天早上的来函，有关卫生局黄局长不克列席8月2日之议程，现在请议事组宣读函文。嘉义市政府时间中华民国106年7月26日府民行字第106-120-3485号，本府卫生局局长黄威明于106年8月1日免职，贵会第9届106年第四五次临时会8月2日议程由该局副局长廖玉伟列席。报告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本案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本案存查。审计室总决算审核报告。
好，现在请嘉义市审计室黄主任报告。那么有关105年度本市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以及中计表的审核情形，请黄主任，谢谢。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图书长以及市政府的这一个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哈。那今天很荣幸来议会这边报告105年度的这一个审核报告的相关内容。那在4月28号呢，市政府把这一个总结算呢送到本市来，我们也配合议会的这一个审议的议程呢，在13号呢。提出审核报告到贵会来。那整个嘉义市的这一个总决算审核报告里面呢，那个篇幅比较繁杂哈，那就把它简缩成现在的这一个简报来供各位参考。那首先呢，我介绍一下本市的这一个主管同仁哈。第一课课长是那个李嘉芬哈。那第二课课长是新来的哈，他也是嘉义人哦，他嫁到高雄审计高雄市去哈，他从高雄市审计处调过来到本市来服务哈。那第三课课长是郭课长郭景博哈。那这一次的这一个报告大纲呢啊，主要是分成五大部分，那最后面呢有一个那个结语哈，那。基本上就按照这个大纲来向大会报告。那第一大项呢，是那个税务税出结算审定书和预算书的比较，这个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结算的部分。那总结算呢，这一个本年度的税入结算审定数是112亿9700多万，好，那较预算数超收1500多万，那主要是税客收入和罚款赔偿收入呢增加。那税出结算的部分审定为108亿7500多万，那交易算数减少10亿2400多万，那这一部分主要是补助和委办计划经费有一些结余，还有业务单位呢他按照需要减少准结支出，以及呢一些营商工程和采购财务的结余。那税务税出扣抵以后呢，有剩余4亿2182万余元，那这一部分呢用来偿还债务2亿4027万余元呢，收支剩余有1亿8000多万。那第二个部分是营业基金的部分。营业基金有两个单位，一个是鱼市场，一个是果菜市场。那审定总收入有9258万余元，总支出有9900多万余元，存损是714万余元，好，和预算的月存益呢相距1467万余元。那这个原因呢，最主要是这一个嘉义鱼市场呢，它的鱼货交易量呢未达预计量，管理费收入减少。啊，另外一个原因是鱼市场呢，它过去那个员工退休金费用体类不足呢，在105年补体类所致哈。那第三个部分是作业基金，作业基金也有五个基金哈，包括湿地重化、平均地权、湖主内区段征收、货物转运中心，还有卫生医疗基金。这五个作业基金，它审定总收入是214000余万元，4000万余元哈。那总支出是213800多万哈，剩余是153万余元，和预算短处呢相距1325万余元。这个剩余的主要原因是那个北新湿地重化区，它的标售的盈余有拨一半到。给这一个平均地权基金当收入。那另外是医疗基金呢，它的门诊医疗成本呢较预计减少啊，所以产生这个剩余。那在特别收入基金第四个部分，
特别是投资基金的部分呢，也有五个基金哈、哦。那包括这个公益彩券盈余的分配基金，还有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教育发展基金、环境污染防治基金以及环境教育基金这五个。那审定基金的来源总额是48亿1700多万，基金的用途是45亿6800多万，那剩余是2亿4800多万，和预算短处呢相继3亿7800多万。那这个剩余的主要原因呢是这一个那个地方教育发展基金里面有一些那个像崇文国小等老旧校舍整建工程，它规划设计有一点迟延哦，影响后续的工程工作启程，啊，经费支用呢就未如预期这样。然后呢，公益彩券盈余的分配基金呢，它的盈余分配数呢较预计增加，以及呢污染防治基金里面营建污染防治以及固定污染源防治的收入增加，啊，造成这一个特别收入基金的这一个剩余。这个报告第二大项是税入税出与收支的平衡。那经常收入和经常收支呢扩底以后呢，经常本的剩余有15亿2800多万。资本收入和资本支出扣抵以后呢，资本门呢它短处是11亿6626万余元。那整个经常门跟资本门扣抵以后呢，税入税出剩余是4亿2182万余元。那已经呢嘉义市已经有连续7年呢产生剩余呢，啊，市府近年来定的这一个税出预算规模尚能衡量税入负担能力呢，本收支平衡的原则来办理。那第三个大项啊，报告这一个税入税出与施政计划。那本年度呢，这个嘉义市呢，它普通公务机关单位有15个，那定的施政工作计划190项，执行的结果已完成的部分有110项，啊。大概占 57.89%， 尚在执行的呢有80项，啊，大概占 42.11%。 那有关施政计划呢经中央考评的结果呢，啊，总共呢获奖有174项，那其中优等第一名或者90分以上的呢有这一个70项，啊，占获奖项数的 40.23%。另外呢，市府自行列管的计划案件有182件，哦，它其中有69案呢，预算总额大概37亿8000多万呢，实际进度较预计进度落后，哦，有待针对执行进度未如预期原因来妥为检讨改进。那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部分呢，是中央考核成绩优良的情形。包括说像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教育处，哦，都有这一个评比优良的事迹，啊，这个是像公务处、督发处、交关处、社会处、地政处、行政处、主计处以及人事处、警察局等，啊，都有一些特优的这一个表现，哦，啊，这是消防局、卫生局、环保局和税务局他们的工作考核成绩的优良情形。那接着报告第四大项，哦，是审计的综合成果。那本年度审核嘉义市的各机关的财务收支，在合法性的审计方面呢，我们来依法修正减列税出通知缴库的有1亿40万余元。那另外呢，税户税监会呢，啊，为依事实课税后计算错误等情事呢，我们通知稽征机关查明补征的税款有3658万余元。另外呢，在政府采购案件里面呢，有一些不符法令规定或契约规定的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也通知各机关来查明依法或者依契约的规定来处理。那扣罚款或者收回以及减账的金额也有3207万余元。啊，接着报告第五大项呢，是
重要审核意见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提了12个重要审核意见哦。第一项呢是有关公园的维护管理的这个部分。那市府近年来呢，这个广辟公园绿地哈、哦，那到本年底已新建完成34处的公园。那各项的清洁维护工作，除了路灯修缮维护，它是自行办理以外呢，那其余的这一个清洁维护啦。植栽修剪等管理维护工作呢，就委外来办理。那105年度编列的预算是3492万。那我们查核的结果，针对三个方面呢，提了一些意见，包括说在管理维护及履约管理方面，像呢一些财产呢，它没有列入这个财产登记。或者呢，这一个有许多公园它的设施设备损坏哈，民众违规在里面烹煮食物的这个情形。那在儿童游具以及体健设施管理这一块呢，也是有财产没有列入登记的问题哈。另外呢，那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它的安全检查机制呢，我们是建议市府要。定这个检查机制齁，实施一般检查及维护保养，以防止这个儿童的意外事件来发生。那在公园园灯的管理方面呢，这个园灯呢，它没有编号纳入财产登记，这个我们呢请市府来全面清查纳列财产账。另外呢，也希望说呢，这一个有关路灯的用电呢，去检讨它用电的种类，逐步来汰换为 LED 灯，来节能减碳呢，同时也可以减少电费的支出。至于说呢，这个路灯维护工程的采购呢，它采单价标开口契约方式来办理呢，会比较合适啦。这个我们也提了一个建议，这样可以节省采购成本，提升这一个派工的修缮时效等。那第二个意见是有关公共设施的这一个管线资料库管理供应系统的这一个精确性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市政府呢，它有定一个公共设施管线图资更新维护作业的要点。好，那本年度呢，这一个公共设施管线资料库的这一个管理供应系统呢，经内政部营建署来评核，成绩是特优哈。那本年度它的这个系统预算经费是460万元。我们查核的结果呢，有提了四个意见呐。那第一个是呢，这一个道路挖掘管理系统内有大约6万笔的纸图转汇资料，它的属性呢不太完整哈。那么为了这个日后呢挖掘埋设管线危及公共安全，避免这个情形发生呢，我们建议他要积极督促各管线的这个管理单位来尽速办理补正。那第二个是这一个资料开放的这一个平台政策，它的推动方案来建构空间资讯整合服务共享平台，供老百姓来查询应用。但是呢，这一个管线挖掘管理系统截至105年12月的时候呢，还在补正管线的属性资料阶段，我们建议市府呢应该要积极配合来办理后续的智慧治理共享平台资讯开放作业，以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及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那第三个意见是有一些埋设深度照片等应该要上传到管理系统的佐证资料呢不齐全的这个情势，这个容易导致图资误判这一个工地的位置以及它的施工的深度，不利于后续的增设其他管线工程规划的参考。第四个是道路坑洞查报的案源呢，我们是建议市府这边要统一列册来按序控管每一个案的入案立案，还有派工完工，结案等作业情形，以利追踪管理等情势。好，第三项意见，
啊，第三项意见是有关行政罚款的缩缴及清理哈、哦。那在105年度啊，市府以及所属机关他的财罚案件啊，连同以前年度应收未收的行政罚款转到本年度继续缩缴的案件有12000多件哈、哦。那金额是1亿3900多万，那其中减免注销的有693件。啊，注销298万余元，缩缴的有1900多件哈、哦，金额是2611万余元。那到期末呢，啊，尚未清理的案件呢有9690件哈、哦，金额是1亿1063万余元。那我们这一部分查核结果呢，也提了几个意见哈、哦。那第一个是呢，有一些连续违规罚款。啊，他的未缴的案件呢还不少哈、哦，包括说像那个欠20万以上的呢，就有47个人。那连续这一个违规144次到237次的，这个有7个人啊，就是习惯性的像道路违规啦，或者烟毒犯之类的。那我们建请这一个市府来订定清理计划及执行目标。啊，研磨这一个清理善策哈。那第二个是部分的这一个执行凭证呢，他取得的时候哈，若未签会会计单位来列账哈，啊，有待这一个加强内部控管，并且补入账哈。啊，第三是部分的财罚案件啊，预缴纳期限还没有送这一个强制执行。那第四个是取得的债权凭证案件呢。没有定期清理啊，不利在这一个债权的确保。第五个是经公教人员欠缴的这个案件呢，啊，应该要积极来催收哈、哦。啊，这一部分呢有7个人8笔呀、啊，好、哦、8笔这个欠款哈、哦，金额是5万多元。那第四个意见是有关这个烟害防治工作计划的执行的部分，那。卫生局近3年度呢，接受卫生福利部、啊国民健康署补助办理这个烟害防治法稽查辅导的这个计划呢，啊，3年来呢，总共这一个经费大概是2017万余元哈、哦。那、啊、这一块呢，我们查核啊，有提了几个意见。第一个是有关啊青少年的电子烟，它的吸食率有成长的。趋势，好，那但是呢，我们本市呢没有相关的法规啦。那据我们所知，这个新北市那边哦，他们已经有定相关的法规，所以我们也建请市政府哈、哦、啊，参照这个新北市的这一个规定哦，看看能不能够定一下这一个规定来防止电子烟侵入校园哦，危害青少年的健康。那第二个是啊。部分的戒烟卫教人员呢，没有依照规定期限哦来辅导，哦啊，而且呢，辅导后的这一个抽烟的比例呢还是很高哈、哦，这个达到72.04%了，哦，那戒烟成效呢还有待加强。第三个是配合中央的政策及保护市民的健康呢，那市政府呢这一个。公园绿地呢，全面禁烟，但是呢，这一个公园里面吸烟的趋有升高的趋势，而且呢，常常有民众来检举哈、哦。那我们是建议这一个市政府落实稽查，来减少这一个二手烟的这一个危害。好，那第五个意见是有关这一个水污染和毒化物管制。的这一个问题，啊，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哈、哦，这个嘉义市的河川哈、哦，主要是牛稠溪跟八掌溪这两条流域的、啊，但是它污染的来源哈、哦，从这一个牛稠溪桥和叶梅潭桥这边开始，好、哦，真正的污染源都在这边。它、啊、前面的那个二高变道桥之前几乎没什么污染，哦，它、啊、从这边开始，从这边污染是从这边开始，
环保局呢，他在这一个跟那个环保署补助呢，在101年到105年，他总共呢编列了1377万余元来办理这个水污染的整治，还有污染源稽查管制。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查核的结果呢，提了几个意见哈。那第一个是水污染防治成效这一块哈，啊，有一些那个指定公告事业已经达到列管标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依照规定啊纳列管制废水的产生排放，并辅导定检申报作业，啊，不利于这一个维护水体的品质。这一些事业呢，它包括像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餐厅啊、观光旅馆啊、还有饭店，还有一些医事机构，以及像中央指定的一些事业，像那个远东百货，这个都是哈，哦，是属于指定的公告事业，达到列管标准的。那第二个是生活污水呢，是我们的最大的污染源，但是我们辖内有一些社区呢，它已经达到列管规模啊，但是呢没有纳列社区专用的污水下水道的管理系统。这个像一些那个公益大厦那一种社区哈，哦，我们本市的这一个公益大厦100人以上的哈，哦，有82处，那其中呢有3处它是达到600人以上，哦，那这一部分呢应该要纳到社区专用污水下水道系统来管理哈，哦，啊，以免影响这一个污染源的管制成效。那第二个是在啊水污染防治措施的许可操作以及整治和管制稽查方面啊，这边呢我们也提了5个意见哈，哦，包括说有一些事业啦，像那个电镀公司，哦，电镀公司啊，这个水污染，毒化物属于毒化物污染的问题的啊，哦，那这一个防治措施的操作许可的操作量哦，和实际的申报流水量以及有害污泥量呢，它相差悬殊呢，有待深入了解原委呢，啊，并加强稽查案管的偷排行为，建立跨科的联合稽查机制，哦，以提升这一个稽查的成效。那第二个是废污水的消检率哈，哦，它偏低哈，哦，那河川的这一个水质呈中度污染。像我们嘉义市的这个消检率哈，它是全国最末一名了，哦，这一项啊哈，那部分呢也有遭受这个重金属污染，那这一块呢有在这个评估应用联合治理平台呢，发展这个流域合作治理的可行性，落实稽查管制。那第三个是呢，没有列管追踪畜牧业的这个废弃物以及污染源的流向，以确保废水处理设施及有效操作，确保有这个处理设施的有效操作以及增进畜牧资源的再利用。那这个本市的部分呢，大概是有3家的畜牧业者，它的污泥量大概在3000公斤到4500公斤之间。那第四个是废污水处理的这一个专责人员的设置的这一部分，这一个比例呢，我们也是全国最低的。好，哦，那这一部分呢，亟待积极来辅导业者来配合办理哈，哦，来设置这一个废水的这一个处理的专责人员，以提升处理的这个效能。那第五个是啊，水质监测仪呢，我们去查的时候发现哦，有2台闲置了。那我们是建议说呢，应该要评估增加监测的稽查点次哈，啊，提升财务的使用效能。另外呢，在毒化物管理的部分呢，啊，我们提3个意见哦。第一个是呢，近年来的那个电镀事业的这一个查核的频次呢，有一点偏低哈，啊，有一些呢也没有列入稽查的对象呢。那建议市政府要锁定稽查对象和稽查的比例呢，把制成使用毒化物的事业呢列为查核的这一个重点目标啊，以防堵这一个废水来危害环境。那第二个是呢，啊，希望呢能够选择重点来检查，啊，
何时来办理稽查座位啊。那第三个是呢啊，有一些这一个厂商啊，他是到现在没有把厂商第三类毒性化学物质的这个危害预防以及应变计划公开给民众查阅，啊，这个是规定在毒性化学物质管理办法第八条和第十条这边，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建议市政府呢来改善哈。那第六个意见是有关这一个古迹及历史建筑管理维护的这一个问题。那在这到目前哦，这个嘉义市这边呢，它有列案的这一个公司有古迹有13处，历史建筑有23处。那本年度呢，相关的文化资产维护措施执行情形呢，我们也提了几个意见哈。啊，第一个是呢，啊，部分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的古迹或者历史建筑呢，它尚未落实这一个普查工作以及纳册列管，以至于呢，有一些这一个正在拆除进行中的文化资产呢，经过民众和民间团体通报呢，才紧急列为暂定古迹。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建议市政府呢检讨这个普查机制的缺落，啊，落实这个普查的这个工作。那第二个是部分的古迹以及历史建筑呢，它属于这个管理维护以及保养，像很多那种建筑，它是属于木头的哈，啊，有那个白蚁蛀蚀的这个问题的，啊，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建议市府要加强联系管理人来落实执行，避免文化资产价值的折损。那第三个是部分文化资产呢，到现在没有完成管理维护计划以及调查研究，啊，这一部分建议市府来加强协助管理人来落实办理。第四个是部分的公告登录古迹以及历史建筑啊，没有列入珍贵财产或办理防灾演练，啊。啊，投保这个相关的灾害保险这一部分呢，建议市政府呢啊协助管理人来加强文化资产防护。第五项是啊，像嘉义市公所呢啊，已经经过审议通过列为历史建筑呢啊，建请市府来积极办理活化再利用以及管理维护计划，以彰显这个历史文化的意义。那第七个意见是有关老旧加油站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那嘉义市的加油站，它分布的地点哦，包括车站、学校、夜宿的附近等等人车密集的这个地方，哦，啊，加油站的地下环境的污染防治的督导呢，哦，目前呢是由环保局在负责。那嘉义市的加油站呢？啊，在到105年的时候呢，它总共有35家，其中呢有15家呢，它的加油站的站龄呢是在20年以上，那10年到20年的有14家哈，哦。那这一部分针对加油站的地下环境安全问题呢，我们也提了几项建议哈，哦。啊，第一个包括说呢，这一个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没有装设应急防止的这个系统啊，它功能不全哦。我们是建议说呢，应该呢加强宣导业者来装设，以达到遏止管线及除草腐蚀的这个效果，同时也可以有这个线上监控的这个目的啊。哦，这一个应急防止系统是在那个高雄那个气爆的时候，经过很多专家在提的哈，这个它是有很大的功能的哈。那第二个是老旧加油站，它地下环境啊有一些隐忧哈，我们是建议这一个加强督促业者借由油槽管线汰旧换新来改善这个现有加油站的实体设施，提供安全的这个环境。第三个是有一些加油站它的土地已经移转，还有办理歇业，哦，他都没有提送按照规定提送这一个用地的土壤污染评估调查检测报告，哦，这一部分呢，我们请这个市政府呢来加强办理。
那第五个是呢，有一些加油站它的这个侧漏的检测值呢超过警戒值，那复查以后呢也没有改善完全了。那这一部分呢应该要这一个强化追踪机制呢，来加强这查核密度，以发挥这个预防的这个效果。第八个意见是垃圾焚化厂的问题哈。那垃圾焚化厂这一个从87年11月委外呢，它到108年12月就要到期哈。整个那个原来的那个统包工程总经费大概是24亿4千万元左右哈。那该这个嘉义市这个焚化厂在104年度的时候呢，行政环保局呢，它评鉴的结果呢，把它列优等奖哈。那根据这一个废弃物清理法，啊，废弃物清理法它第25条、26条的规定哦，我们县市主管机关哦，应该从90年起呢来专款专处，在91年成立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它的用途是专款专用在一般废弃物的清除处理机具、设备、设施的重置，还有一般废弃物处理厂的富裕。那这一个我们嘉义市这边哦，这个是把这一个收来的这一个经的这一个部分清除处理费用纳到环境污染防治基金里面去，成立专户来专款专用哈，哦，没有另外成立一个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那截至105年12月底止哈，它的这一个基金的余额只有38万余元了。那这个焚化厂它的使用年限呢也快要到期哦，将来呢可能哦，如果不先预谋处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它的这一个目前的垃圾处理收支的情形哦，那这个目前一般废弃物所说的归会收入呢，它是随自来水来征收哦，每一度3.7块，但是我们的焚化厂近3年度呢，它每一度的这一个清除处理成本是13.7块，啊，这个收入的部分呢，大概在8000万左右，但是处理的费用都超过1亿哈，这个收支的差异哈蛮大哈。那我们是建请呢，尽早拟定哈这一个汰换垃圾焚化厂的计划，或者找寻这一个替代的方案，以力筹措相关设备的设施的这一个重置的裁员，确保未来呢垃圾的这一个处理能够妥善处理，维护这一个环境的永续性。那第九项是属于这一个电动公车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嘉义市发展为观光之都或者低碳城市呢，市府呢在推动污染低污染运具采用电力电池取代燃油的电动车辆这一块。那近年来呢，在台北市、新竹县市、云林县等15个县市呢，啊，它有20家的客运业者呢，它陆续呢导入电动公车来运行哈。那市政府这边呢，在也打算在105年到170年呢，分3个年度呢，向交通部公路总局来申请这一个130辆的电动公车，供市区的新公车路线系统来使用。那到我们今年3月份去检查业务的时候呢，这一个还处于公开征求业者的这个阶段哈。那据报载呢，有一些客运业者呢，他考量到这一个电动公车它的安全性还有妥善力的因素呢，啊，结果有一些营运不久的电动公车就把它停用，啊，全台湾呢有多达60辆的这一个几乎全新的电动公车呢就卸牌停用啊报废。那像这个电动公车的这个品牌还有它的营运里面呢，啊，到底潜藏哪一些问题，让那些客运业者呢把这些电动公车舍弃，哦，我们是觉得说呢有必要提醒
市政府呢来加以了解哈、哦，所以呢，请市府来借鉴其他县市的办理电动公车的经验来审慎办理。那再来是第十项意见哈、哦，这个是属于少子化的趋势和学校用地的这个问题。那近年来呢，婴儿出生率降低哦，少子化的趋势哦，这个学龄人口逐年减少哦。那本来截至105年底止呢，以征收或者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取得尚未设校的这个用地哦，有八处哦。另外呢，已经编定还没有征收的学校用地有三处。那我们了解哦。的结果呢？啊，其中呢，这个民国77年七月征收作为设校预定地的有文中五、文小18这个学校用地。那、啊、目前它只有使用部分的面积的，上面设置三座港坪的风雨球场，以及新辟为这一个棒球场练习场，还有大面积的土地尚在开发利用。另外呢，文24小的这个学校预定地呢，目前它是闲置的哈、哦，就是画面上这一块哈、哦，它是属于闲置啊，长满这一个杂草的。留错段的征收取得的文小21、文中9，还有湖子内七段征收取得的文小28，这些预定地呢，目前呢是处于原始地貌啊、哦，尚待有效利用。那已经编定未征收的土地呢，这个学校用地呢是文19、25以及文中13这三个地方啊，不乏位于市中心的精华地段了、哦。那啊，这个历年来哦，这个媒体有在报道这个土地被征收，那地主不满哦，政府机关没有依照征收计划的目的来开发，提出诉愿，那把土地要回去的这个新闻呢，这个也都有在报道哈、哦。那、啊、这个也是根据法令的规定来处理的。那我们看到说呢，嘉义市这个国中小学生的人数呢，101年有28795人，那到现在105年，他剩下22934人，这个逐年减少的趋势很明显了、啊。那市政府目前也没有新设校的这个计划嘛，那所以我们是。建请这一个市政府来切实评估未来入学人口的趋势呢，是不是有切实有设校的需求？啊，检讨已经征收还没有辟建的学校的预定地，以及已经编定未征收的学校用地它的存废的问题，啊，以提供都市计划变更的通盘考量，啊，避免影响土地使用效能以及土地使用权人的这个权益。啊，第十一项的这个意见是有关山坡地的这一个违规查报的这个问题哦。那嘉义市的土地面积6003公顷哦，那、啊、其中山坡地的面积哈、哦，那包含这个保安林、国有林以及试验林这些有683公顷，大概占11%啦。啊，主要是分布在东区南坛的12个地段哦。啊，根据经济部中央地主调查所的公告，东区那边它这些地段它属于山崩以及地滑的地质敏感区，那市政府在103到105年度呢，也分别核定这一个 水土保持计划，有分别是13件、20件还有23件，但是这三年它查处的这个山坡地的违规开发的使用面积呢，啊，从103年的8963哦平方公尺呢，到升高到105年度的16585平方公尺，哦，这两年增幅达到85%了。啊，针对这一个山坡地的管理呢，啊，有待加强来整合协调水保及建管单位的来及时。查管制，以维护山坡地的这个水土保持和民众居住的这一个环境品质哈。啊，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提了三个意见哈。第一个是呢，有一些水保计划它核定以后呢，它久久不来，这一个申请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啊，但是呢，啊，市府也没有查明，也没有去查看看说它到底现场有没有在施作，而且呢，没有对施工中的案件办理品质检查这一块呢，我们请市府来研磨改善哈。另外呢，辖管的山坡区呢，有办理巡查，但是巡查的区域和部分的山坡地的地段名称不一致啦，啊，应该要厘清它整个巡查的范围来发挥巡查的功能哈。那第三个是山坡地的违规使用案件呢，按照水保的规定去采罚，啊，采罚以后呢，没有依照规定来查查建筑部分呢，它有没有停工，只是采罚有没有继续盖不知道哈。啊，有没有继续进行违法开发行为不晓得，这一块呢，我们建议市府说呢，要有没有改善整合这一个相关单位来办理查查的业务。那最后一项意见是有关这个宽频管道布栏的这个问题。那宽频管道呢，内政部营建署在94年到98年呢，那个补助呢，来新建这个宽频管道，总共投入经费有5亿3700多万。好，哦，它，啊，整个完成的管道，它建制的长度是114.17公里哈，哦，可供布栏的直管长度呢是2740公里。那以直管这个2740公里每公尺每月使用费1.8元来计算呢，如果充分利用的话呢，每年可以增益这一个财政收入有5918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布栏长度呢，到从106年到104年呢有增加，但是到104年的时候呢，布栏的长度也只有242.473公里。那这个呢，紧急整个布管长度的 9.5%、啊哦啊，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右下角的这个年租金收入以及维护费用的部分，哦，那个蓝色的部分是租金收入，啊，橘色的部分呢，那个是管线的这个维护费用，啊，整个那个管理维护费用高于租金的收入呢，这个宽频管道呢，它显然呢是没有这一个充分利用哦。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提了几个意见哈，哦。第一个是呢，这一个宽频布栏长度呢，它虽然逐年增加，但是呢，它的速度很慢，使用率还是很偏低哦，以至于这个维护会高于租金收入，营运效能偏低哦。我们建议市府来研磨改善，提升营运绩效。那这一块哦，我在这边是建议说，你可以去参考台南市的做法，因为台南市它整个检讨叫那些业者来开会以后呢，它整个呢都把它纳到那个管线去，增加很多的这个收入哈。那第二个是宽频管道已经设置人手孔，但是呢配合路频专案下地呢，以至于呢业者呢有一些未能布栏而暂挂在雨水下水道或侧沟，阻碍排水功能，啊，也减少租金收入。这个我们请市政府来研磨改善了，啊。那，啊，第三个是宽频管道，它每月的定期巡检有办理，哦，但是抽查发现呢，有一些短裂布栏长度和短收租金的情数，又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明缆线互挂在电线杆哦，影响市容的观瞻。这一部分呢，建请市府来全面清查这个布栏互挂的情形，辅导业者来回归管道布栏。那第四个意见是地理资讯系统啊，已经有建置这一个宽频管道图资，但是它的布栏使用情形还没有纳到这一个图资里面。那这一块呢，本市呢建请市府作为规划来建置布栏图资，以掌握它的布栏情形。最后报告这个结语哈，那以上是针对105年度的嘉义市总结算的审核呢，做一个综合简明扼要的报告。啊，详细的审核情形呢，敬请
参阅本次审编的105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以上呢，敬请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议指教，谢谢。好，谢谢黄主任的报告，请黄主任就座。好，会议请继续。审议105年度本市总决算之审核报告及财团法人文化基金会决算。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来进行审议105年度本市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以及中期表的这个审核报告，以及财团法人嘉义市文化基金会的决算，请各位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那么现在依照早上议员同仁出席登记发言的先后顺序，我们每人发言的时间是10分钟。首先我们请登记第一位蔡文旭议员的发言。主席起定，各位主管我们新界是我们的黄主任议员同仁记者小姐先生聊聊天有关再去我们这个新界是这个报告对我们去年度所有预算执行的这个情形还有骨算做得很清楚的这个说明当然市政府也有很多受到肯定的所在但是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善加强的部分在这我刚才就这个黄主任所说的我们这个国中小预定地的这个使用的情形因为刚才他有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少子化是一个趋势啦对2011年到105年安尼即五当国中小的这个学生差不多对28795岁一直到即阵差不多剩到22931岁就是讲安尼五当内底拄啊减要到5000岁这煞变作未来嘛是一个趋势就是一当差不多用到1000岁人减少的迄个速度伫遐吼咧发生，即像咱好拄啊黄主任所讲的，讲咱有即个国小诶5个所在的预定地，甲国中有3个所在的预定地吼，就讲即个地点唔在处长，你会当甲咱补充讲国小的预定地5位伫对，国中的预定地无使用的5位是伫对，地点伫对，当然讲者。好，请余处长来回答。哎，谢谢主席，谢谢蔡员对国中小预定地的一个关心哈。国小预定地目前哈总共有我们文小五的部分呐，文小五是博爱游泳池那一个区块。嘿，对。博爱游泳池边啊够几个棒球场跟篮球场，那个就是文小五，目前已经开辟给市民学校跟市民在社区在做使用哈。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文小十八是在玉山国中的后面就是靠近我们港平大楼斜对面那一块区块，目前我们开辟为整个球场来供市民使用，也当然也给学校的球队在做使用。那另外一个文小二十一目前由玉龙国小这边来代管哦，目前已经开辟为市民农场也。市民也来登记来租用这个场地里面来开辟哈。那另外一个在文小24跟文小28这两个区块里面目前都还没有开辟使用哦。都以文小28来讲的话，是最近从化区块里面港平中湖子内从化区块里面新的一个学校预定地。那这个部分来跟议员来做报告。那文中的部分里面呢，文中在港民国小旁边有文中五的预定地，就是所谓的风雨球场的区块里面。那目前已经建辟了3座风雨球场跟沙滩角力的场地跟中间的一个跑道的球场。那未来在这个区块里面，我们预计把它结合建构为港平的整个体育园区，刚好旁边就是港平运动公园，就把它结合为整个体育园区。那另外一个文中六的部分里面，就是所谓的探索学校，就是由南兴国中代管的探索学校，目前这个区块也都开辟完成，在今年的6月份已经开始试营运
那准备在未来开学以后，当然八月份就有国中小的学生在使用。嗯、开学以后就会提供给本市的国中国小的学生来做使用，当然外界来使用也会进行收费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嗯、那另外文中九的部分里面，在北营国中代管里面，现在目前已经开辟为整个运动设施，有篮球场等相关设施，也给市民来做使用。嗯，以上。现在这样啦吼，你现在这个预定地大概分三个用途来处理啦吼，一个用途讲简易的运动设施，好、哦，这袂歹篮球场啦吼，啊是讲这个垒球场，这是 OK 啦吼，甚至把它规划为一个草皮，让人会当简易的任何户外活动。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讲，你就放那个发草啊。哦，像咱咧讲诶，讲即个先信国小伫弥陀路家，啊，甲即个先安国小伫乌来从化区，以及啊，即、這个北安国中伫老厝里内底，我感觉讲就是讲，你要放咧会发臭，倒不如赶快甲规划做简易诶球场。但是上条讲未来要安那使用，因为咱可能未来无可能去学校，是毋是会当透过举办即个里民座谈会啦？好、哦，就讲、是、恁需要安怎？因为我看你内底有两地想要甲规划做农场，市民农场，就是北国中这个老厝里内底这地，也甲这个艺人国小这地，这两地，啊，你要规划做市民农场，看是毋是有甲大家讲过无？啊是安那？是毋是你这会当讲好？我若要伫恁家这预定地，暂时我无要开发起厝、起教室，那安尼有？你感觉办一个里民座谈会，大家来交换意见，你看喏。对，我甲议员报告哈，在艺人国小代管的所谓的这个区块里面呢、我们已经开过相关的一个说明，而且这个区块里面也很多民众进来承租，已经承租了我记得也已经有到达60几个单元，一个单元是100平方公尺，已经有60几个单元由市民来认租。认输在这个场域来做开垦哦。那这个第一个减少的我们公部门的相关的人力跟经费的支出，因为你被管理去得，与其这样子管理，不如开放给市民。但是我看吼、哦，你若用做农场啊，是菜园啊，是不是施肥的问题、产生臭味，还是讲有水桶接水、压水的问题、布棚的问题、搭架的问题，会产生景观上的。会困扰未？会未？你感觉？即马，甲议员做一个报告，讲水源的部分，我们当然有提供相关的水源的部分啦，伊都免家己过准备准备家己啊用水的部分啦吼。这个水源部分我们已经有提供，当然议员提供刚才讲的一个建议的部分，我们会特别请我们的市民朋友特别去注意啦，因为即马开垦的这个地方拢伫个大湖边，居家那个区块里面，其实是有一段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啦，这个我们会来留意。市民在做使用这个区块。来，好，多谢来处长来市长。今嘛呢，好，处长你坐咧啦。谢谢。今嘛就讲，这几块安尼精华，学校预定地无用，是毋是？恁即阵会当透过通盘检讨，甲列出一个规划方向。吼、哦，上条就是讲，其实做一寡运动的简易运动设施，我感觉是。对社区的发展是上好的，还是讲小部分的停车，唔知你会做这个通盘检讨无？好，请市长来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超西议员对这件事情的关心。的确，这个学生越来越少，对，闲置空间越来越大。那学校其实都是在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很大，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哈，都是临时使用，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混在一起的，这个你如果说让他们还有个运动，那但运动就要设一些运动设施，如果你给他做一个农场使用，这些麦当劳旁哈，还要当回我们工友还要去整理等等，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做，那最后的还是要。积极的来看一看有没有需求，没有需求的话，我一个警察的班啊哈，阿龙没用，我们要不要跟市民大家来了解一下，要不要还给他们，或再改成其他多功能使用，这个我们再来研究看看。我是干嘛讲来用简易的运动设施，可能对社区较有帮助啦。你若讲用这农场，这看下的以后伊使用的习惯，的问题来市长，你这我这请教咱来审计室的黄主任，嘿，还请教来以外县市，即个讲已经奠定落啊，也未使用，
诶，这个学校预定地，因多数拢做安那利用。好，请黄主任回答，谢谢。那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哦，嗯，那个有一些县市哈、哦，嗯，其实也有这一种情形啊。对啊，我是没有统计的、嗯，但是也是有刚刚涂市长在讲的，弄成那个农场的这个、嗯、这个情势啦。嗯，啊，但是这个重点哦，就是应该要先去回归到一个法规面，就是说哈、哦嗯，政府征收的这个土地如果没有按照原来征收的目的处理的时候哈、哦嗯，将来可能就是要考虑到说老百姓会不会来要回去的这个问题，嗯、到时候又要把钱还给人家，然后对，哎，这个问题，这还是一个土地正义的问题啦。啊，至于说。怎样来做一个适当的利用哈、嗯？这个可能要请涂市长做。好，请延长一分钟。哎、欸，你讲。好，请。讲我完不要紧，来，那个黄主任，嘿、欸，是。来，请开麦克风。嘿、欸，你麦克风在几楼？请开麦克风。嘿、欸，你讲。嘿、欸，我的意见就报告完毕了。好，你好。是这样，嘿、欸。好，市长，我喜欢你分三个部分啦，哈。当然，咱征收来，咱就是要用啦。但是今麦来讲，安那用？是上符合暂时社区的需要。当然，若解冻讲拢无用，哦，拄啊黄主任就讲，即牵涉到土地正义的问题，是毋是到时阵人会来讨？讲啊，你甲征收收，你都无咧用啊，安尼甲当初征收的目的就不太一样。那像这恁是毋是原来爱做通盘的即个检讨即个？来，市长。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好，谢谢。对，这个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通盘检讨。当然，就这个未来的需求，以前也是未来需求，那现在预算错误嘛，往上下降。未来是有价值是停在这里，还是现在也需要再上升？我们好，谢谢蔡文勋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黄秋泽议员发言。来，老张。早。新北市黄主任。嘉义区，你坐的，我坐的。市政中心南北栋大楼特别预算，89年、90年、91年、92年，你的决算报告内底，底下讲这北栋已经延宕13年了。照你讲啊，这个重大工程的投资计划，哦。你超过5年未动用预算，要重新再审查嘛？你有提起到这個？这侪年来，我看你的结算报告，议会啊建议足侪摆啊。今年有看到105年的，我转来这有看到吼。以往你的督促市政府哦，佮重新编的预算，转来议会审查，这重大工程投资计划。讲到这个案哦，应该照你讲，这是重大投资计划。咱新北市应该每一档的决算报告，你应该更深入的哦去了解啊，做报告出来。但是这侪年，我看恁拢足含蓄的，拢来蜻蜓点水，点着点着啊，点无啥着啦。哦，这个时阵哦，伫89年的时阵啊。陈丽珍做市长，伊个手头来规划设计建造，怎样来发包南北栋做一摆，当庭发动南栋，南栋完成到3年完成，到北栋规划设计建造，因为市长换人换黄敏惠啦，规划设计建造，其实伊个服务费伫即22个5,822,600块甲3%尔，6,800几万尔。其实工程费占大啦。照你讲，合情合理，应该即个规划这个建筑，即个建筑师应该甲伊比例较少，6,000几万，剩咧20几个拢工程。照你讲，王明辉迄工程发包头有啥问题？我想遮济年。因为一开始，这个建筑师啊，在陈丽珍手头的时候，伊摕到这个标案的时候，迄当时是89年，我是91年入来。迄当时的时候，外口的话真济风风雨雨，这是台湾省啊，台湾啊，各县市啊，
通常的毛病拢是遮啦，不管是政府啦，不管是长啦，拢会犯着这个毛病啦。因为吼、哦，工大工程要北倒来为建筑师先北规划设计监造，虽然钱服务费用无济，对无？但是规划设计了，搁一个监造人呢，所以这等于吼，规划设计内底。通常拢会伫遐材料，拢会白材料啦。过来监造迄伫西西门啦，监造啦伫遐咧验收，伫西西门影响着个工程。所以啊，当陈丽珍发包出去，黄敏伟这信任基础不够啦，会惊啦。所以为什么一直延宕？哎呀，假借各种理由啦啊！你这有南董什么缺失啦吼？哎，简报三四十遍，一直修，一直修，修八十几遍。哦，佮假借啊，你这个时阵哦，没有绿建筑啦，绿建筑刚好四年至刚好七年，迄拢有摕到绿建筑。啊，佮假借啊，你这个时阵哦，你的规划设计你14.7亿啦，14.7258啦，那好有代志。规划设计尾啊，佮一个7.8亿多，22亿多嘛，都对我用在那个刁难，结果尾啊。诶，时阵急嘛，哦，接着还要讲了，啊，找了很多理由，目的就是要逼退啦，知难而退，但是可能这个建筑师啊，白目啦，对不？伊也未愿退啊，大家底下要延九年，九年延了，过来换新的土市长，同款啦，交手啊，同款啦，诶，出招，黄敏伟高长拢出招了，哦，但是问题爱解决，问题嘛是爱解决啦。问题要解决，即嘛，伊即嘛是106人，你即嘛是105人的骨神哦，106人，6月初开始，伊就发文，和建筑师，6月初、6月27、6月28、7月10日哦发4遍，和建筑师终止合约。哎，还是市政府单方面终止合约，安尼就生效啊。但是这个案。市政府你要解决总主合约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嘛是这个案呐、啊，这个特别预算，你个有市民中心，你再报兴建计划，你这钱呢？这钱呢？我来看了，银行公哦，以为公司啊，还是这个案呐、啊？你总主合约可以过来，你要来行，一定要跟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来这去调解，啊，若无去仲裁。调解仲裁啦，公后这个事情就比较单纯啦、啊。哦，中央因为核搁偌济，你市民中心兴建计划中央核定啦，偌济钱哦，你来规划设计来建造来发包，即嘛搁惊啦，搁惊讲吼规划设计建造吼、哦、啊含工程吼、哦、分开发包，后日个摊钱问题，规期都用通包啦，最后倒一摆北里较袂啦，较袂后摆搁出问题啦，用最有利标啦。哦、甚至为了、哦、搞了多目标啦，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多目标就好多用途啦、办公大楼跟市民中心啦、国际大饭店啦、百货公司啦，这个我都没有意见啦，是他要用土地也没歪处啦，但是这个用促餐法 VTO 啦，这个你们都要深入了解，要很注意，这个是重大工程、哦、这个问题也最大，你今嘛，你个中组合耶，那没有问题。头拄我讲过，来当何解？来当仲裁好，我嘛，但是若未当民事诉讼，这爱拖足侪年啦。安尼你市政府这边，你可以，你若中央伊若讲好，我也准你21亿2800万，我以为会开始会规划设计，哦，开始会已经会统包。而最有利标开始如果进行的话，万一后日诉讼啦，经过6年、7年、8年，诉讼市政府败诉，终止合约无效，终止合约无效，那就很可笑了啦。而且市政府我都要包处理啊，这几摆工程啊完成啊，这个谁要负责？是不是政府要负责啊？啊，政府要负责啊，建筑师要找谁？要找中央政府啊，要找地方政府，一定是找地方政府负责的啊。这些人可能拢走啊，这些人拢走，我无伫市政府啊，啊，怎么负责？
人民负责啊，啊，佮便宜就难赔啊，啊，无来佮佮看安怎佮佮人处理啊，啊，即马是中央有消停，这民进党中央话正加消停啦，咱党这一关只有三千几公，你去处理，你去也袂处理，只有三千万嘞，你也袂再纠纷问题，赶快去解决，这个很有可能可以解决啦。因为一个三千万也大数字，但是我现在在讲的就是你整个行政程序你的问政，但是你的合法性你要注意你的合法性，对吧？你不能在做着啊，卡输啦卡输啦，副市长啊明年底落选啦，你一个讲换你当选啦，你签了啊签了啦，你敢画中组合耶？我又行一张文，中组合耶，我要重新都定来。你看这样以后怎么办？以后就安尼，嘛是搁去告啊，搁去仲裁，搁去调解，搁仲裁，搁去修改。行政单位可以这样子做吗？如果这个案例，这个两位以后不管其中有对胜啊。所以应该上重要是什么问题？上重要我就讲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拢同款啦。你来是咧规划设计建造啊，你甲督促个好势啊，大家吼头壳拢卖乌白想，公开啦，公开落去竞标啦，公开透明啦，对不？拢卖出状况啦，对不？标标下了，你市长换市长嘛，同款工程照常发包啦。你咧惊啥物？你咧信任度啥物？根本都没问题，问题重点这块饼这么大地啦，那没吃会很艰苦的，你没要吃饼也烧一个在撒啦在吃啦，这是咱台湾国管市现在很悲哀的问题，内行人大家也知道啦，但是一直没多，他们还是循着采购法，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啊，看起来你很难去抓到他违法，都在灰色地带啊，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边。延长一分钟，各县市都一样。我今日你各省，我是恁心计是知影。像这个重大的工程，恁爱加用心注意啊，去查好势啦，对无？虽然拢安尼啦，但是该查嘛就爱查，该了解嘛爱了解啦。啊，无这个后日啊吼，变成一个笑话啦，这也变笑话了呢哦。政府，政府的标案标条无准审我。一天关门出去就中组合的那个那个，可以这样子玩吗？这样子玩可以吗？还是这个案嘛，对不对？哎，可以真来规划做进行发包，还无才出餐，可以这样子吗？咱今嘛是台湾啥啦？无中央政府啊，是啥？干那管区政府尔哟？这照程序来嘛，有一定的程序嘛。对吧？虽然头前足侪问题，足侪问题，但是总是爱照合法的程序嘛。你说老弟，多谢黄秋泽议员的发言，下面请丁秀华议员发言。过来，主席，市长，新北市黄主任，以及我们所有局处所长哈。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利用今天审计室报告的这个时间呢齁十分钟来跟我们新界市跟这个企户呢齁所有来探讨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齁这个新界报告里面这个大本呢齁提供给阮议会这个E16对于这个长照业务的一个讨论的部分齁那在这边你们也有提到说老人长照业务啊这个社政跟卫政啊相关的资源应该要整合透过单一窗口提供给民众啊一个多元需求的一个服务啊真的这个部我想在这边来跟我们市政府的社会处跟卫生局啊来做这个探讨。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这个临时会议的时候呢市政府有提出这个纸质改造的这个问题，那在那个时候我也曾经提到说，长照业务呢，社政跟卫政呢应该要整合哈。那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审计室呢也提出这个问题。那在里面呢，他有提到哈相当细腻的几个服务的项目哦，我想在这边跟两个单位哈
一起来做一个探讨哈。你们这边也有答应审计师公针对这个业务呢，你得积极检讨办理啊。我不知道你们积极到什么程度哈。首先我想来请问一下，这个居家服务呢，目前社会处处理还是卫生局处理？社会处。好，那日间照顾呢？社会处。好，家庭托顾也是你们。好，那个辅助的购买，辅助器的购买，马喜令。好，来，居家无障碍环境的改善，马喜令。老人营养，老人那个送餐也是你们。那喘息服务那个卫生局。好，长照机构也是卫生局嘛，对不对哈？还有交通接送社会处，居家护理谁？卫生局。还有社区及居家的健康问题，卫生局。你看哦，在这边12个、24、6、8、10，一项业务哦，大概有4项、5项是这边，5项、6项是这边。身为民意代表的我，我就不知道说到底我是要去针对社会处来做这方面的申请，或者是做卫生局这边来做申请哈。所以长照 2.0 呢哈，当作是呢，中央试办的时阵，咱市长嘛非常的欢喜，甲嘉义市民宣布，咱摕到示范的一个城市伫咱西区。当作是启用的仪式呢，我想有很多议员呢，马龙武去参悟哈。这个整个申请的过程、审核的过程，现在审计署也提出这个一个问题：到底双头马车应该要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针对这个部分，市长，您的看法是怎样？来，涂市长。涂市长，好，谢谢那个主席跟那个张秀华议员的关心。啊，哪去点的端午的来行哎？好掉。我台北市卫生局的时候，就第一个设置天狗。第一个长期照顾的示范中心，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针对业务来做探讨，市长，因为我时间有限。好好，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一个业务，有很多就是卫生局，有很多就是社会处，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让我们民众在申请过程、在审核的过程，民众很快的去了解说我到底要去哪里？因为老人一定有健康的问题，所以有疾病。一定要医疗单位，但是也有生活照顾，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当时在讨论哈，长期照顾还长期照护，吼，这个就立法院吵非常久。后来我们还是宽广用照顾，但是其中还是有健康问题，你跌断腿弄好了，还是要回去用社会相关照顾，但是你一直要用生病又要照顾，所以这个一个人哈，一个老人也好，一个长期一个，他是需要两面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那时候已经承接了啊，不要不要，干脆做一个老人处是、啊。是，那您提到的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福利的问题。没有错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整合中心，变成一个叫做功能性的。我们叫人脑服务中心，我们叫长照中心，在长照里面就把卫生局跟社会处的人员整合在一起，一起来处理。那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以这个民众做主轴，不要以单位做主轴的这样的目的。那个市长，你刚刚讲的这个整合这个中心啊，是我想它是一个任务编组啊，新北市嘛，写到足清楚。这个人呢，伊拢伫各部门，伊的薪水是各部门，这个部门，这个整合起来，这个部门是属于兼任的，他没有一个独立的预算。一本身的是一心胸的工作做好，再来任务编组这个所在做检查嘛。没错。所以我曾经在你组织改造的时候，我有建议，是不是在你改造这个当时当下，你也把这个社政跟卫政的这个长照 2.0， 或者我们未来因为老人人口的增加嘛，失能失智的老人相对提高，是不是你也当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科别？把这两个保温给整合这样子、哦、如果但是我们在这一次你市政府在做纸质改造的同时没有看到你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对，因为你也知道问题所在、啊、你如果成立一个科，这个科要属于哪一个处，或者又来了问题又来了，因为这本来就是有多功能的，那如果你说不然都要做一个，叫我们说干脆做老人处，哦，这是很大的，但是这个部一些工作还是要原来的社会处以及他没有办法全部都拿过来，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有它的困扰。以前哦，这个卫福部还没成立，是啊，你知道有困扰，但是连我们市政府都没有办法去突破的话，那叫我们市民怎么办？有，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动市民，我们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集中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有功能的
一个单位，那这样的数名就但是它是一个临时编制啊，它不是正式在我们之内啊。不是我们叫做功能性的编制的话，它就让一个地方民众都找一个地方就好了，不会是找两个地方这样。那这样听起来，市长你也是没有要把这个社政卫政对长照的部分把它整合起来。不是，我们有整合，但是不能放在一个科，又变成哪一个处？但是在乙十七里面，你看你们的这个审计署的一个报告啊，乙十七来对是加新北市安呢，和议会这本册来对，伊有写讲拒付，就是依据恁业务单位单位吼。在民国一百零六年呢，卫生局要设置长照科，哪哪安尼讲起来都无啊？不是，啊，恁哪会使安尼？他的长期照护是需要医疗的，但是如果是那个社会处这边是生活照顾的，这个一定会没有办法。我跟你讲哦，那个市长，因为在中央来讲啦，哈，卫福部已经把卫生福利这个部分整合在一起了嘛。对，所以你现在你给我们政府，你要透过纸质改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一并要来处理嘛？对，你大概工作拢做一半，不是，你可以把它成立一座，叫恁卫生局加新北市大学的，就是讲我们即将成为一个长照科，那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你就是正式在咱市政府内底，咱有这个组织的编制，咱有独立的医生，你都免这些人拢是兼任的嘛？这些人拢兼任的，在医所上的工作做完之后，他才回归到这个任务编组。安尼那安尼，你的长照 2.0 你都无真正落实啊？不是，刚刚好相反，因为中央很大。他一个卫部底下还有不同的局处哦，他不是弄一个叫长期照护处处级，也不是的，他还是分散在健保室、健康促进室。审计室给我们的报告，每个议员都有很细心的在把这一本书读完。他在里面也提到了几个缺失啊、哦，包括我们长照 2.0 嘞哈、这个两边的业务内底的。应用到补助的问题啊，那你补助在审核的部分是在这个社会处嘛？那业务执行是在卫生局嘛？那变双头马车的时候，你到最后没有办法去会诊的是，变成那个政府的资源主要被浪费掉。他们有提到，对，有提到就是说家里已经有聘请这个这外劳，但是他还在申请我们长照的这个福利啊。对，这对我们的进步来说，我们是不允许这样的。对，这个是落实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你双头马车。不是，你没有去审核。落实的问题，本来如果这个在哪一个处或哪个局，还是要去落实，不可以说因为这样就变成。我这是个人的业务，不赶快呢？你不要那叫人去整合，每个人一个人做心脏卫生就为啊。我当然要整合。那、怎么去会诊？你跟我讲，他们怎么去会诊？来，你请坐下。来，社会处那个严肉处长，你们怎么去做这个方面的整合？是你会他们，还是他们会你们？目前你们在做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在做整合？跟谢谢主席会长哦，跟议员报告、哦，谢谢议员。其实截至目前为止，在我任内哦，包括以前当处长的时候，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长照服务中心一直功能都存在。那民众有需求，只要功能存在，但是新干系的这个缺失能我们两个单位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包括局长、历任局长还有我自己，延长几分钟，两个单位其实都合作无间。民众有需求，你只要打电话233-6889，你打到长照中心就 OK。不是，你记者，那或许他看的那个点是，不是我们所在讲说有没有顺不顺利的这个点啊？麦克风啊！我是已经新北市的我的资料，我给你提出质疑啊！但是你今天十五公斤都无任何缺失，那安尼唔着新北市做假，还是恁顶个报告问题？他的报告或许有他的看法跟那个观点呐、啊。可是我在强调的是，是已经新北市我的报告为依据，还是由你讲的来做依据？我是在回答议员说，在整个一个运作上，其实我要报告是说到目前都合作无间。您就有需求只要打电话就可以了。审计室的报告非常细腻，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透过审计室将今天的报告，这个单一窗口一旦抓紧整合。感谢都市化议员的发言，现在咱休息十分钟。
同意，现在继续咱上午的议程，发言的时间咱缩在12点以前。所以咱邀请王美惠议员发言。主席，请一个主管文杰小姐先生，咱的主计处加贵宾加主任加科长，直接我来请教咱主计处主任哈，主任。你有写到讲，咱环保局，你迄个自来水一直崩，你感觉讲扣3.7的钱伤少，你感觉是爱搁扣较济咧啦吼？家己本身来你讲，因为即最近来吼，出侪百姓讲，因兜水用出侪。无代表伊粪扫足济，有诶因兜水用足少诶，因兜诶粪扫是有够侪，所以要做甲样样拢公平，可能无法度，上无起码卖差伤济就好啊。吼、哦，主任，伫遮我是有一个建议，甲可能你读拄啊诶报告，毋知是我会错你讲诶话。啊是是真正安尼无，咱拜托主任开回答一下，好不好？哈、哦，黄主任，啊，跟那个王委员报告一下哈，我刚刚的那个报告哈，本意不是在这边哈，是在，就是咧强调讲吼，咱今麦的收支吼无平衡，就是讲，咱对自来水啊收来的这个费用哦是。无够咱的迄个粪扫处理厂的迄个用料费用，你讲的是安尼，重点无平衡嘛？重点是讲迄个，不是讲叫爱去嘛？听过你讲的是，伊只有干会使去尔，无伊要安怎去收支会当平衡？哦，不是，就伊要负债啦，伊这个钱要搁负债来。我这个意见吼，最主要是因为吼，这个粪扫处理厂吼，伊啦照规定的使用年限哦，在咧搞啊。啊，在咧搞啊吼，有可能爱延役啊吼，继续用看咧啊保养，啊是讲咧那个电器，啊是吼，有一寡设施吼，爱电力创啥物话，即个费用拢足大。啊，即马咱的薪资无平衡吼，希望迄个市政府家吼未雨绸缪啊，吼，看要安那。表面主任，我是有意见啊，你讲，因为因要去征收，要去做了无好，要内面的设备。袂使讲针对遮啦，那针对遮的话吼，嘉义市的焚化炉吼，都唔免做位啦。嘉义市的焚化炉到目前吼，像头拄啊主任你报告的讲，剩38万啦。主任，伫遮我阁来请教一个问题。是。那咱嘉义市，你头拄啊纠正遮完全拢无用的时，未来的焚化炉若无钱通去的时，要如何是好？哦，这个吼，我头拄啊有。了解，我即马哥来你讲，那安尼要安怎去做？哦，这部分哦，有那是要中央甲地方吼合作啦。合作啦，吼、嗯。我咧想有那是啊，因为咱地方的财源有那是无啥做。对对对，咱的地方也无解济事，所以爱中央的帮衬嘛。好，主任，多谢你，请坐。谢谢。再来，环保局局长。在他对我所问的拢是你的管理的内面吼，我来去请教一下，到今仔日为止，你的焚化炉，你敢有去规划？但万一有一天，虽然是有哦会当烧，但过咱那预防若未当烧的是咩安怎？你敢有规划无？请回答一下。张局长，啊，谢谢副议长，好，谢谢王美惠议员，啊。今年吼，咱已经目前有无得啦？有啦吼，有敢那规划？研议评估的计划吼，今年会来发包。啊，当时啊，即马已经咧，表示即马爱买咧啦，哎，吼，是，安尼爱赶紧去做，爱用心去做，无家己市那分化如害，家己市民会足艰苦的，每家人来咱小国，爱搁看人的面色，吼。来，局长请坐。环保局长，在咱这个工作报告里面，在伊66页，
有讲到讲恁要养中华电信，因为咱的车会救护，有时啊会地图会小可误差，是甲中华电信合作了后，咱的正确度会较悬。像这个问题，他拄啊，咱后伫内面有指示出来，我伫遮啦，局长请教。局长，像这个问题关系到家己市民百姓的财产加生命，您目前做到安怎？来，局长，请回答一下。苏局长，谢谢主席，谢谢王议员对这个救灾和 GS 组啊指挥派遣这个系统。那这也让我们呢感谢审计师他所讲的都对。那我们已经预定比107年108年的编列有1398万。已经有编啊比107 108。好、这个因为这指挥派遣齁、这机会齁、一定要有线，你如果打电话来我要知道你的位置。地址。啊，不要紧，我对我的时间哦，因为足多要问，最主要我就是讲要甲你请教讲，到目前有做，有确实每年咱会使用到。这也是市长要求我们智慧化提升的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市长来恁的指示，包括恁的努力，咱这点就是一定要做嘛。是，这107 108纳入先期计划，谢谢。好，请局长坐。迄个民政组组长。在这个里面的资料有讲到咱的殡葬所，长久以来都无法度启用许可证。而且你嘛有讲到讲，因为无法度可以到咱的个别失听所有的经费都无法度去中央争取。而且我来请教咱吴主任，主任，这件代志长久以来已经几啊冬啊的时，那安尼要来你请教一下。家己市政府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有较好的方法无？来，主任拜托一下。黄主任，这样甲议员报告一下吼。嘿，这个物件吼，我相信讲吼，这个市长这大家吼，甲迄个，到目前拢无结论啦。咁我就是讲，我所知的就是讲吼。因伫迄个赢家平台吼内底吼，因有达成一个共识啦，就是讲大家共同来搞中央讨钱啊。吼、就是迄个什么连外道路迄个物件吼。杨哥主任，伊讲的吼，你要去做路，另外做路，人个社会该使用这条，让人爱让人，不能变为一谈啊。像安尼就想啊吧，刚听听伊遐讲，食两千。吃两年的人要非常的认真才可以吃两年的、主任，我的意思我跟你说我没打意，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有好好的方法跟我们家里吃要安怎可以早日去做这事，他刚才你说的问题、已经处理几十年了都没结果。现在就是我看了就是讲，因为嘉峪关伊其实伊负责作者，伊无像咱财政遮健全啦。所以要叫伊出钱吼，伊即马伊议会遐有哪无啥同意。无啦，我无叫伊出钱啦。最主要就是讲吼，以后原来时阵，阮嘉义市会使甲伊做伙去讨钱啊，伊袂使甲老阮说白条的，叫阮家己去做路，叫阮家己去创啊，安尼毋是方法啦。因为因嘉义县政府甲因个迄个县议会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咱之前也无法度参与影响会，只有靠沟通尔。那恁个诶，一当拢若阮有意见啦，我的意思是讲，若有意见，搁较好个先，甲拜托搁来阮讲一下啦。因为到目前你所讲的到目前拢无解决啦，吼，主任、来这边，好，谢谢，主任。伫这个人口吼、囡仔拢一直下降，拢较无人要生囡仔时，他拄啊有讲着讲学校吼、有八处已经征收还未用的，结果下骹有三个，这三个时咱也是伫都会吼、都会处来用作，伊本来可能是农用的嘛，学校的嘛，要来变更为。迄、那个商业住宅，咱若用一个回馈金，安尼会违法无？
好，这个男性人啊，安尼敢袂使？这问题，因为咱人话开嘛，咱嘛无人迄落征收嘛，甲他话伫遐，甲像伊遐个孙阿公、阿公阿妈，用长寿金，拢接袂到嘛。假是讲咱这个人征收的个拢还袂用啊，搁这未征收的遥遥无期，是毋是安尼会使无？主任，那像这个方法会使无？我写这条吼，最主要意思就伫遮啦，就是讲哦，你即马已经囡仔你愈来愈少啊，你偷济，你共划一个哦公共设施保留地、学校用地，你著限制即块地发展，啊，拢袂使用着老百姓的权益，所以阮写这条意思，吓啊，就是请市政府去检讨看讲哦，安怎好来吓，到底是你是毋是囡仔愈来愈少，无需要这学校。因为主任，我嘛有想过这啦。因为长久以来哦，那逐工，那有时啊去工作的时候，就想着讲，那有逐工敢有遮敖生囡啊？真正有时啊，咱拢会烦恼吼，人口数愈来愈少啦。甲主任直接来你请教，甲多谢你。好，谢谢，谢谢，谢谢。以上。感谢王美惠议员的发言。下来，咱邀请罗尚明议员发言。主席、副议长、秘书长、土市长、安市务一级主管，啊，我这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先生，大家好。啊，今日咱是这个决算的这个报告。啊，本席咧，啊，感觉讲新界湖黄主任会写一本吼，我呢细读全部，那看了足清楚就对了，看了会当足清楚。啊，我会当讲。由新界部的这用心的啊，我来肯定，哦，我来肯定。事实上，嘉义市目前呢是台湾全省算财政算统好的，财政算统好的。这归功有两点就对了吼，就是过去的市长，大家领导有方，啊，统主要是阮议会监督之下的，所以一旦三成功，哦，啊，全省的议会阮。我介四月是算我咸的啦，吼、哦，吼、哦，唔从从苗栗十当来拢照原片通过了吼、哦，啊，迄阵嘛咧自动落笔，吼、哦，那对我都话，我们黄主任我先聊这个代志，全台湾一旦我咱的财政同好，这归功议会监督有关的过去，而且市长，而且多发的领导有效，所以咱就咱拢总一年有百几亿的预算。咱家用的这个老师，那所有的人使用有六十几亿，其他的呢，咱就是靠补助款，来统筹分配款，来当维持咱家己的这个开销，这个支出就对。所以咱家己讲起来实在讲真无简单，真无简单。咱家己一年装修啊收三十几亿尔，咱干那人事费用都爱用六十几亿，所以今日呢。我拜读咱黄主任这十二点，而且综合的意见，我感觉真好。我有提几点吼，要含咱市府遮个一个主管，尤其咱市长咧，来共同来这个探讨就对。会当讲，这个宽频管道布廊的长度，咱当年的增加，这个管线。宽频管线不然，这是我以我知影，是为阿扁啊做总统的时代开始做的，开始做的。这个、管线不然，咱嘉义的这么做真多，吼、哦，这是第十二点，我先讲一点就对了。在目前呢，咱的公所单位，包括咱的电力公司，包括咱的电信局，包括有线电视台，这些需要着。即个公所单位者，为人调离水沟，调离铁机路电源，我都要铁线杆电源，真歹看。我是讲，即、这个代志咧，会当讲由咱市府、干部处也好，建设处也好，市长叫即个公所单位，大家做一个协调。啊，安尼话，吼、哦，我都含黄主任有咧讲，
咱嘉义市会当加收土6,000,000，甚至会当加收10,000,000。咱嘉义市怎爱做呢？是当开源节流，开源节流，这就是开源嘛。吼、哦，咱来当我把这个工作单位整合，咱已经电缆已经逐年在增加嘛。吼、哦，这来当讲把这个工作单位拢啊提回这电缆线，伊也难做嘛，对不？吼、哦，第一。咱的市容的美观嘛好，咱市政府马上去增加收入，那这就有赖咱市府来做些协调，吼、哦，电力公司、电信局、有线电视台，吼、哦，这些家需要做光线这些单位，也当讲做了这个宽频管道的布网来对，这第一点，这就是这个新计部伊最后一点的讲法，哦，这个我是希望市长。这吼、哦，这是当讲真好的意见就对了吼、哦。咱市政府当加增加收入6,000,000的收入。第一点呢，就是咱是当讲，伊这个第十点，就讲咱怎啊少子化的问题。咱家己少子化的一指数呢，咱的学就学的学龄呢，逐年来减少。我建议讲吼。是不是通盘照你这个意思了吼？通盘来评估未来是不是有多适合好的需要？我感觉是无需要吧？啊对哦，迄已经好，大概主任咧减班嘛吼，检讨已经低收还是未开票会好用场地？那及已偏定已经低收学校用地的存位，是不是有这个需要？咱请咱。起付做一个同步监督，因为这土地拢总算算来有十外笔，咱是毋是这土地要安怎来同步监督？苏东时到处都有知影，我有建议老厝遐农地各雕各秀，后面的时代有骗了一个10,000,000嘛，有骗了一个1,000,000嘛，遐有做两座的篮球场嘛，后尾啊迄个卡拢来遐拍片。哦，咱收回来，尾也无路继续做。处长，遐1,000,000嘛用无了嘛，是毋？所以这个效果吼、哦，我感觉讲，我提案绝对讲为家是好的啦。哦，所以这个各中小人低收的、未低收的、偏低的，这我爱做一个同步检讨。因为咱家是澳洲、澳大利亚，遐是运动的国家。咱家看你安怎来做些运动设施，吼、哦！我较早后面的时代，我工作侪，啊，最后赔一个1,000,000，啊，1,000,000用无了，做两三个篮球场尔，对不？迄遐囡仔偌济呢？伊嘛是我叫做造型设备，吼、哦！所以这个呢，我是爱来监督，我是感觉今仔新计部12条，这一旦讲做咱起户以后市政的方针。啊，再来同主要一点，你看文林关的粪扫的问题，一车到底，为人也无坏。你看大小也爱有条件，咱家己是这个焚化炉，以我知影是在张伯阿时代一做的，迄阵开超，迄阵我补助了吼，我开始10几亿，怎么连迄个年份啊已经在搞啊？但是咱一年收的废弃物的基金呢8,000,000+，咱一年给他委托人焚化炉的操作就1,200,000+了啦。实在讲，咱嘛无够迄1,200,000+，咱收遐钱，卖落讲清洁队员的薪水卖讲啦，但讲咱委托焚化炉委托人操作的遐费用1,200,000+，咱的废弃物的迄、那个。诶，代收8,000,000+都无够咧，市长。所以咱咧按照开源节流，我感觉基本咧，今仔写得真好。所以我是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决胜咧，就是爱要来安怎来开源，要安怎来节流，钱要安怎来会当互咱多较济。哦，我咱市政市府咧，装修30几亿，甲咱所有家己市怎啊人数就60几亿个啦。迄下咧讲个公司爱破产呢，迄下无投资分配款，啊无补助款，迄公司爱
爱笑咧，哦对，所以这个咧，我就是讲来提醒这个，这个叫做宽平原路，啊，这个分化路未来这个分化路对咱家是足重要、足重要。你到时分化路时间到，未当修的时阵，哦，你自来水加上这个什么费用，这个三科上啊，一度低偌济，迄嘛无够，对。所以这块呢，你话要做些通盘检讨，就是这分化路后摆这基金，哦，后摆这基金会当讲应付后摆，咱做官是安尼呢？做官是为后代人咧设想的呢，唔是为咱这代人咧设想呢？好的政治家是为后代人咧设想，唔是为咱怎么呢？为咱做你做官，啥物无效呢？啊，拜人来救你啊呢？对，我是要讲分路这个问题，我要赶紧来未雨绸缪，这个、基金要赶紧按怎来筹啦？这我足重要。啊，落来就是这个，咱就是你讲嘉义市需要的建设。实际上，什么哦？延长一分钟，什么？会当讲大建设，铁路高架化，对不？哦，我就是讲，昨我讲，这个北港路莲花电修，我听起来是同意同意的，无啥声啦，是啦。所以哦，这些你顶届我即阵。我嘛来肯定一点嘛，你随交代来办说明会三遍啦，吼、哦！啊，我听个当遐地主我讲啊无啥声啦，是不是要改变一个方式？吼、哦，我刚有讲，吼、哦，改变一个方式，吼、哦，即、這个因为唔知道人作罪嘛，吼、哦，唔知道人作罪，所以我是希望讲，即马咱大事计是铁路高架化、污水下水道、北港路转运中心站，将大建设呢？对吧？咱车头前诶广场所做个嘛真水啊，对吧？所以啊，遮个后我是感谢咱吴秀明议员的发言。继续，咱邀请蔡英庄议员发言。副议长啊，大家好，咱来请教咱吴主任吼，你伫你的报告甲38的第三稽查采购事务情形，这个各机关办理采购案件呐，经派员稽查结果，兼有不符合法令或契约规定，或设计疏失、估验不实、监造不周、施工不符合情形，啊，本年度收回扣罚款减账金额计3207万。这几年来啊，本身安尼较关心咱嘉义市的公共工程的建设啊，这经营啊，几乎每年都存在设计不良、设计不实、监造不周。这个监造哦，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建筑是代表咱业主，代表咱市府啊，来监督包厢的这施工。结果呢，咱像这里底那建造不周，这个黄主任哦，来请教，刚建造不周这条罚钞偌济钱？黄主任。啊，甲蔡议员报告一下吼。即、這个，你看阮逐冬的即个写法写安尼。无，我是讲，甲建造不足，因为你遮几啊项嘛吼。嗯。总罚款、总扣款、减账金额3207万嘛吼。啊，若单单独独干做无周到，啊，即项甲扣款扣偌济？这个
这个案内底吼，总共是有七个案的总金额啦吼。啊，这个属于设计施工商。无，我今仔讲要建造不足这项了啊。建造不足的这个物件哦，可能爱详细来个看卖。我改进啦。安尼，我另外讲哦。嘿，是。你下头吼，麻烦你再甲我讲一下了。哦，好，好，你请坐。好。你请坐。是。这建造不足吼，我认为不是讲干扣款都会使啦，因为扣款长久以来，扣款达不到这个下属惩罚的效果。因为本身你十一二当来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建造啊，这建造不熟啊，这是对咱的工程一个足大的伤害。啊，这伤害人叫做落去哦，那个工程的车速哦。你讲起一间厝都包地内底你看无啊？啊，对日要发租咱唔知啊，啊要发租你都爱过去修理啊，啊修理遐唔是讲简单嘞，唔是讲咱三破的天天都车车都嘞，你都爱个讲啥嘞？啊，若发生意外，地当来因为迄搭弊端伫迄搭啊，在伫迄搭啊帮伊，安尼命啊？赣州一间高中诶，前两年高中诶你去。老旧校舍建造失踪，规半栋。咱的什么体验营建造也唔知走去带。咱的公园迄、那个嘉义公园咧做一件工程，建造的建造入住，别人写，别人代写。即摆咱体育场遐咧做的工课，建造的走去带。失踪一个月，啊，种种这工作，这个车速啊，对咱工程哦，造成足大的伤害。伊都唔惊你罚钱啊，你罚都无效啊，罚是表面上你罚的，咱要爱是要爱，迄个工程的品质嘛，咱要爱是要爱营造品质啦、啊。我医生的编的，就是要开好。要爱这医生的品质，你搞扣几千块啊，几万块我都唔惊你啊！我凊彩来边啊头工检了一下，也是搞包厢了薪水，我咧惊你搞扣钱咧。像现在进行的，特别完工的建造日志表，由别人代签，由别人代写，这边啊处理，这边啊处理啊。对不对？你干做的出国走出去一个月，这一个月放空赢，啊！你要安那？你啥子？你建筑师无要找人来代替的，就是拢爱敷衍了事啊！敷衍啊！要紧哦，你无你查到，我谈到；有我你查到，你发来要紧啊！但是损失的什么人，造成伤害的什么人，咱市政府、咱业主啊，这工程的埋下弊端、埋下迄个阿伯的害的所在，伫迄搭阿里面啊。迄工程一个工程拢几啊亿、三亿、几亿去开咧，咱会砍会砍你何只？无尽责、没有责任感、没有敬业精神的人。来，你甲咱做咱的工课，这个工课孤孤单单都是安尼，所以咱的公共工程的品质太袂好，绝对袂好。啊，唔是讲咱逐工安尼甲调、甲点出、点出，你对他做了，你对他数据不足啦，啥物啦，数据不熟啦，建造不足啦，啊，验收哦，验收随便啦，对不对？验收我咧查着都扣款都啊，减价收收啊。真正收收我唔惊你啊，对不对？你有我都真正收收偌济，电梯一只85万，你医生85万啊，市民你免到60万啊，你搞扣5万，我要赚20万的咧。我咧惊你搞真正收收咧，对不对？所以长久以来检讨咱公共工程的品质，咱感觉足痛心啦。啥咱所看的公共工程的品质？
无一个会效果一个。设计我白设计，对不对？你把幼稚园的洗手台的管道提来国小的，啊，我白设计啊。都未讲未去讲吼，啊，我共提这钱，我要安那尽责任，发挥我的专长来共设计我一个真水的一个建筑物。我嘛甲恁市府相关单位即下要进行一件工程，我嘛甲迄个负责的科长讲，我讲吼，你伊家做啥拢无看，上重要是啥？恁的孙仔，你带咧牵咧对这栋建筑物，你起的建筑物，你牵咧对遐过讲，这栋就是恁阿公起的。你要留下，予咱的子孙留下讲一个纪念，留一个风范模范起来。你袂使讲，哦你，哦老木子，设计不顺。你家己去啊！即几冬来设计建，建筑物哦，啊，咱是感觉讲吼，奇怪，恁专业，恁目睭是生日大，咱都唔知哩。系啊，啊，工地主任嘛，啊，清清猜猜，啊，平原工程师啊，乱来，啊，几冬前个平原工程师兼任实验室的职员。啊！我来遮摕南阿康的气体，等下我的试验是试验，那个裁判兼球员又兼计分员，这南阿康崩落压落都是2000磅尔，啊，计分员我改写3000磅，那工程太好，对不对？那都是安尼，民间起的厝，100栋、200栋的栋大，80到90栋的栋大要足用，嘉义火车站就是安尼啊。有作用啊，愈老愈水啊！咱来建筑物学校30栋，讲会当卡起进来啊！咱头迄种税金，迄种性命来你做这无水无坚固的这个建筑物嘞，咱家这钱浪费，你这浪费太济。那像讲咱的迄个宽频啊，迄个建筑遐济啊，啊结果嘞，因都不爱入去嘞，啥也不爱入去，啊找出原因，对不对？哎呀，开五六亿，一当只收个几百万啊，算袂好啦。咱家己的企业，咱袂安尼做啦，对不对？我希望讲相，因等一分钟，相关单位啊，主管单位啦，较正经嘞。尤其工程查核小组，我来看咱市政府的工程查核小组哦，啊，咱是足钦佩，迄大家足来。你目睭那像带到迄个 X 光呢，看入去，我啊差不多说你也看有，但是哦，差是差啦，后续追踪就无啊，后续追踪就无啊。同款一个毛病出现，恁查核小组查三遍，同一个毛病哦，恁查三遍，伊嘛要你家己好人，对不对？最后都爱讲。行政院公共工程查核小组来给发函来给纠正，伊讲安尼，阮这个毛病已经嘛无啊，啥也无啊，工程就结束啊。啊，就安尼，伊讲这种经营哦，咱干嘛讲哦？感谢蔡英川议员发言，继续咱邀请傅大伟议员发言。大会主席啊，市长啊，各位局主管啊，各院同仁啊，各媒体朋友大家好。在这边啊，我首先也是还是要来请教一下啊，我们公务处这边啊，像我们刚才主席有在讲啊，我们的所有的污水主要是排到两个地方嘛啊，一个是牛洲溪，一个是巴掌溪嘛啊，然后在牛洲溪的部分，我们在中央排水系统这边已经有设置了一个污水处理厂嘛啊，然后再是在北排这边，好，北排这里，好，却没所有的污水还是一样排到牛头溪里面去哈。本席在这边哈，要跟市府这边建议的哈，市长一直想要把垂杨路打开来哈，然后垂杨路打开来，但是垂杨路打开来是有
这个工程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对整个交通的混乱都要做审慎的评估。但是我们在北排，北排我们可以注意到，北排我们嘉义市的北排在新生路以北，就是我们讲的公园这个支牌这里，就 A 支牌这里，公园新生路以北全部是有生命的溪流，然后B 支牌这里，在维新路以北也都是有生命的支流，除了进入了我们的北排的中央排水系统之后，我们的这条溪流才是没有生命的，因为所有的污水排入了北支牌里面去。本席在这边所要建议的就是说，我们的北支牌几乎都有循序道路，两侧都有循序道路，几乎都有，只有中间一小段还没有循序道路之外，大概其他都有循序道路。我们是不是要，如果说你要打开北排，打开中央排水系统，就是我们垂杨路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北排先来做一个示范？因为我们两侧都有两循序道路，可以做污水排水沟，都坐在两侧，然后所有的污水集中在两侧，然后中间本来它的所有的支流都还是有生命的支流，所有的进来的水，我相信那些支流进来的水都还是有生命的水。有生命的水，我想这一条才是能够把它把我们的黑龙江北排的这条黑龙江整治成功的话，我相信你再来考虑做其他的污水处理的话，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嘉义市民的福气了哈。然后在这里我们公处处长，你在整个。事实上，这本席还建议，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做，我们是不是也把监狱前面这一段也从此打开来？要开就开这一段，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西支牌的中央排水系统，从这边出来。如果说这一整段能够整治成功，让我们的清澈的溪流再现，让我们的所有的生命再现的话，我相信这才是一个解决我们整个北排让我们整个北排生命在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泉源在处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计划和前景请处长这边回答吗？李处长，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那有关这个全市的污水下水道系统其实我们是集中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来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厂跟整个管线收集系统完整之前那诚如议员所讲的，在北排的这部分呢，目前的确我们是有一个计划是希望沿着北排的维新支线来做一个水岸环境的一个营造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水岸的亮点。那的确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一个计划，要跟中央来申请水环境建设的这个补助，就是前瞻计划里面的水环境建设的补助这样子。好，那我们希望说顺利来争取到预算之后那先来优先来做北排维新支线，也就是从裕丰街再接到维新路这一段，一直到林森东路口这一段我们希望把它做一个，因为它有一段是民取，一段是也是加盖的，那我们希望把它先做先盖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些都还在准备当中，所以没有来提出来。那这边来向您报告。OK， 好，那个事实上刚好这市政府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水的整治工程从这一段先做起，而且这一段你最好做，是不是整个计划先写到我们忠孝路先写到忠孝路，因为我觉得到忠孝路应该是整治的第一个阶段，应该会比较好，不要只要做这么一小段我觉得这样这一段是太短了我们先做到忠孝路从维新路这边开始一直做到忠孝路，我觉得这一段如果整治出来的话，两侧它还有一些绿带把相对的一起把绿带整理出来然后我相信这一段就可以先作为我们嘉义市一个示范的一个地方水资源整治的一个示范地方，然后让嘉义市民觉得我们还有嘉义市还有一个清净的溪流，可以看到
看到所有有生命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我觉得这第一阶段先做好，第二阶段是不是再由忠孝路一直打到那个牛头溪口，再由牛头溪口这边做污水集中，然后引致到我们的中央排水系统的污水处理厂。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相信这样下来之后，我们整个嘉义市的北支排就是全部充满了充满了生命。上次本席也曾经强调，在整治这条过程里面，我们北支排的所有的支线 A 支线 B 支线 C 支线这三条支线，我们先要把他的生命全部要先把它人工来行过后啊，先要把它看好，不要让它被污染了、哦、然后等到我们就算我们打通了把所有的北支排的主线清干净之后，结果上游的所有的支线都被污染了，这个也是等于是本末倒置哦。你趁现在还没有被污染之前，我们上游的所有的支线加以好好的去照顾它哦。所有上游支线所有的污染源，我们先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这个本席在这边还是再一次的先建议啊、哦，我们处长先做北支线的北支线各支线所有的污染源先调查清楚，然后该做整治的先做整治了哈，这是本席的一个建议了哈。是，谢谢。然后处长真的要希望他的规划，你既然有这样沟通，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我们就希望赶快的去实现它哈。在这里哈，我还要再请教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我们那个主机这边主任有报告，我们有三处的农牧场，这三处是在哪里？处长请坐，谢谢。有三处的农牧，对，我们主计室，那么审计室，主计室黄主任，审计，这三处在，那个跟议员报告一下哈，我们查回来哈是。只是去统计他的那个畜牧场的那个数据资料，啊，确实的位置哈、哦，我个人是不清楚了。我知道台林街那边有一处啊，因为88风灾的时候，在那边我带国军弟兄去那边清，然后其他还有两处我就不太清楚。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嘉义大学的。他是不是也算在大学那边有也养了大概有一两百头的乳牛？哦，那个好像不在这三家里面哦。不在这个里面嘛哈。啊，本席这次啊，好，你请坐。本席这次所要强调就是说，哦，是不是因为嘉义大学本身也养了一个畜牧场哈，大概有里面有一两百头的乳牛哈。然后它的所有的废弃物都排在东支排的支流，哦，本席是所要强调说，我们是不是这里也，我上一次本席在咨询的时候也跟一再再三的强调，我们东支排目前还是有生命的溪流哈、哦，就是东支排这里还是有生命的溪流。然后我最近有时候过去看，发现那个水是越来越浑浊哈、哦，每一次去都会发现。几年前跟现在去那边的水是越来越浑浊，那边的住家是越来越多哈，但是还偶然间还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垂钓，代表那边还是有生命。但是本席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做我们市场一直想要打通中央排水系统，做成一个哦这个绿水哦，但是已经有生命的我们，已经有生命的我们更需要去爱护它。不要去先想到没有生命的要把它整治出来，有生命的却忽略它了，哦，有生命的我们先把它保留下来，先把这个东支排沿岸一直先把它整理出来，所有的污染源先解决掉，然后让所有的人先来到我们东支排，先来看有生命的溪流，东支排就是有生命的溪流，那北支排再来整治。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先把有生命的东西把它留下来，然后再去考虑。这些已经被污染的要怎么去整治它，这是本席在这边、哦、跟市长的一个建议、哦、市长你的看法最后几分钟。嘿，
胡市长几秒钟。谢谢啊，我们辅导议员对这个关心。事实上有一些人哦，会怀着希望有一个清澈的水流通过，所以每次都讲到你说什么争议前面的要把它打开的，但是有一些人哦比较没有想象要怎么，他们说那不行啊，交通有什么问题？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很清楚，要不错。以前那个你说那个现在还有生意的，万一没有生意又错，以前的方法又把它盖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是希望把它打开，第一要先不错，第二个要过半以上的市民要同意，大部分的同意者。第三，交通问题要能够顺利解决。我们不是随便把它打开，所以最好的是从哪里来？最好是怎么样？有生命先出。市长，料啊要。料啊，跳过啊，听你这个。啊，你不是过九分钟，你不九分钟啊？我九分钟可以啊。啊，你谢谢啦，谢谢。那无人后边啦，来继续邀请单行基议员发言。负责个咱市长吼审计师的主任甲因的主管啦吼，甲咱一级的主管吼，阮议员当然记者先生小姐好吼。首先我来请教咱一个咱的审计师的主任，你有谈到阮的焚化炉，吼，你87年就来好了，即马可能啊100年8年就。就是20档的年限到了，你建议讲，因为阮的水会水准的时阵，一度是3.7，那以你这几档算起来的时阵，你感觉讲安尼，阮的基金是不足的。后盖如果若要搁起的时阵，爱遮侪钱，你即马建议讲，救阮一度爱13.7，我即马请教你吼，来，主任，你即马是要救阮？要陷害市长讲明年选袂掉，还是讲即马你意思叫阮市务爱怎做来？你起来解释一下。黄主任，甲邓议员报告一下哦，阮写这条的本意不是安尼啦，这个。水费，但是啊，阮看到的意思就是安尼啊，你意思就是讲水费安尼扣无够啊，所以即摆算起来13.7啊，你即摆意思是要叫市府讲后盖水费都爱13.7是无？是毋是安尼？你意思是毋是安尼？毋是，这只是咧凸显讲哦，咱要起这个焚化炉吼，资金爱足济吼，咱即摆还佫有欠嘛吼，咱即摆已经年限要到啊，吼，现准时吼，咱的收入。佫无法度通伊指引迄个处理的费用，何况讲啊，佫有后壁佫一条要重建的费用，遐大条伫遐，所以即个讲法咯，只是要建议市政府未雨绸缪，看讲哦，未来你若年限到的时阵，吼，即个焚化炉到底是要安处理，要重启，还是讲哦要重新哦重大修缮啊更新一挂迄重大的设备，吼、哦，这拢爱钱啦。这个物件我唔是讲水费即马收上少，因为这水费水征收，这个物件这全国拢同款的啦。主任，我跟你讲啦，吼，你要去建议讲起户，吼、其他要怎么去开源节流？因为这个时阵也有可能这个无够，那起户你要搁有其他。咱有啥物营业，还是讲有啥物所在，你会当去趁钱来补一空，唔是要叫你讲甲清代甲市民，即收即个钱啦。哦，我所以无这个意思，我要叫市民去捐款啦，对无？像你嘛是爱人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要怎么去建议这個，唔是讲你甲写一堆，你即马写来说，阮市委都迄落呢？伊即马真正若无落选，明年真正就搁管加落呢？啊，你即马只害阮市长明年选袂掉安尼啊？无啦，这应该无可能啦，因为这水费征收的迄个清洁费哦，迄全国共款的。你写你家嘛，你写你写你家，你得讲叫人改善嘛，所以这是你写出来报告嘛，对不？但是阮嘛有建议，迄种开源的建议啊，像我讲的环保的开源的建议啊，开源要开。要去倒开12条的迄个宽频管道不然迄个是开源的建议啊，哦，类似迄种的啦。啊，对，你哪讲这条的重点不是要起水费啦？啊，盖这报告吼，你私下甲阮市政府讲的，你茫写到这报告的顶管。哦，这报告顶管大家看到的是安尼嘛，对不？是。所以你私下可以跟他们怎么来讲？好，你要建工爱安怎来做？对不？
报告哈，我看十九档啊啦，吼、十九档啊，我看恁的报告大同小异啦，只是讲较早的税率无遮多，迄本跟细本俩，啊，今麦税率就有较多，所以本加较大本一丝啦。所以文字上都是差不多一样，你要具体甲因讲，讲你是对一条，吼、你需要安怎来做，唔是拢叫人改善改善，你一下就是做模糊的嘛，对不？你们都是很模糊，安尼都叫恁叫恁审计师要冲的。对，你心计是看到问题，你要提出这个解决正诶正确的诶方案，福音，福音是不是当来安尼做？对不？不是像你那些啊，你那些我嘛做搞笑呢。来，过来，第二点，我嘛听讲，因为我会再去好好抽签吼，所以我无听到阮议员咧建议，所以我来有两支台哦，甲问一下啦吼。我即马请教你，你觉得讲蛋黄跟蛋白分开吃较好，还是甲娇娇做一个吃较好？对一个人较营养。所以我无啥知，因为我食菜，我不会食两个。啊，人食菜嘛食两个啊，我食菜我嘛想要食两个啊。我阿爸无咧食。对嘛？啊，你以你来讲啦吼，你不会讲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啊，电视嘛时常会甲咱讲啊。你感觉讲是安怎较营养？两种啦，拢有是营养较完全啦。有因为两种的成分无同款嘛。好、啊，人体的需求来讲吼、它需要不同的营养。我请教你，嘉义县的结算是不是你们在看？不是。哦，唔是电销。唔是。够另外一个单位。嘉义县的审计室要看。好、哦，伊嘉义县啊，够一个审计室，啊，嘉义市嘛，够一个审计室。是。啊，恁你拢白白是审计室嘛，吼、哦。是。啊，我伫只甲你拜托。是。你甲恁嘉义县的审计室讲，叫伊甲嘉义县吼，甲写一个啊讲吼，为什么？火葬场、火葬场、使用一个垫脚的护腕啊、输脚的护腕啊，为什么使用执照不给我们？操作使用执照不给我们，操作许可不给我们？你们都要叫管政府公看要来改水一下，谁让了白白机关那里在刁难？所以这是我给你拜托，这点我给你拜托的啦。这个议员的意见，我会当给你转达啦。好，对，你甲嘉嘉义县的审计室，你甲伊讲者，看是不是写到这个，然后写到这条，好，你又见讲哦，白白机关唔要安尼，啊，唔能看到讲阮这市长吼，查甫的唔敢下面安尼乌乌样吼，啊，就给阮食够够。好，大家对数。是。你已经啊，你使用许可啊，好阮，你的使用执照啊，好阮呐。垫脚啊，好弯啊！就刚才这操作许可不给我们，到底是存什么存什么心呐、啊？好、过来，你有写了一点，我感觉是同好，嘛是我的议会非常关心的哈、为了我们的公共设施，不管是机关用地也好，学校用地也好，还是其他的用地也好，好，咱的公共设施有分作几种。有一种是咱家己讲话来要做好一点的，话来要做机关。第二种就是讲好中卫区所处的，也是咱即马区大征收所处的，而且公共设施。啊，我感觉讲，你是不是有甲阮建议讲，啊，即马这公共设施，那我们要怎么来处理？你感觉讲，哎，政府安怎来处理较好？这个甲议员报告一下吼，这安怎处理吼？其实是市府比较较了解啦，因为因他全盘在做都市计划的考量啊，啊，所以这部分吼。主任，我感觉讲你是徛伫审计啦，吼、哦，结算什么是你来？啊，你的智慧应该是爱搁比咱一般人搁较好。你嘛爱知影讲，你如果你今日来徛伫百姓，你的土地今日互人甲你征收去。啊，是予人甲你划做公共设施的时阵，啊，你会感觉讲政府爱安怎来做，才会当保障咱乡亲的这权利。唔是讲这个共划了了，爱住三十几年的，哎，六十几年共划了，到即摆唔去共征收，也没有办法开辟。啊，你认为讲安尼爱安怎来建议市政府讲，你安怎来做，才会当保障人市民甲咱乡亲的这权利？你认为咧？你认为要安怎？我认为讲哦，这个
牵涉到老百姓的权益的这个问题吼，伊这个土地征收的部分哦，第一来考虑讲伊的必要性啦，就是讲非征收不可，吼、哦、啊，第二伊够有迄个公益性啦，吼、哦、这啊，你若讲拢无这个条件。我这个条件，你去讲违法的时阵，当然影响到这个老百姓的权益嘛。嗯。所以阮这回写这条这个学校用地的问题吼、哦，就是请市政府吼、哦、来这个通盘检讨，看讲你讲违法到底你是有需要无？你影响愈来愈少，啊你学校用地搁较济，安尼许到底有影响到人老百姓的权益无？这请迄个市府来做迄个都市计划通盘通盘考量啦。嗯嗯，哦，你加建议安尼啦吼，安尼啦，你这建议是完了正确啦，哦，啊，那过来后盖吼，那因为阮像阮即马咧，个哎，迄、那个鱼市场啊，果菜市场啊，这是咧赚钱，延长两分钟，啊，结果拢无咧赚钱，即个你的结算出来嘛是还阁了钱啦吼，啊，你感觉讲安尼，那安尼爱安怎来做，才会当转亏为盈？你有敢建议讲叫阮安怎来做无？这个，其实啦吼，这个亏损的原因啦。是原因是安怎？因为伊是条哦，伊过去吼，一二十档吼，伊员工的退休金准备吼，无照数量来共提，啊，所以阮有甲通知讲哦，你人许员工的退休金吼。你提了无够，你也补提，啊补提伊即马分两年提，所以伊个变作讲，去年甲今年拢提了几千万的这个员工准备金的费用，造成讲因即阵的亏损啦。所以伊个亏损是这啊，伊即个亏损唔是因为伊经营无好嘛，是因为伊提拨这个退休金啊、哦，所以离职退休金，所以才引起伊即个。迄、那个不平衡嘛，哈，对，所以我是感觉讲、嗯，这恁咧看早，这个早，唔是讲即马即几冬才发生的、嗯、是早前就已经有鱼市，甲各菜市，唔是即马才有诶，所以之前就没有看到你们说，爱安怎来甲因讲，吼、哦，甲即马甲看到再来讲，吼、哦，安尼也是阿个会付啦，吼、哦，啊，等你付的时阵咧，已经都我都趁钱无够，他来提拨这退休金，所以还亏了1700多万嘛，嗯，好、哦，我是希望讲啊、审计呢是站在哈、哦、起付家应开钱对唔对，是恁来咧甲阮看，好、哦、啊，我感觉讲如果啊起付有讲较无好咧，开料较无咧，我希望你以后要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好不？你这个，这吼、哦、这部分哦。我尽量啊，因为我的专业不是迄个所有的迄个的项目，我拢专业啦，啊，我有免尽量啦。议员嘛，无多少人拢专业，但是阮拄着问题，阮爱去问人，阮都爱去问专业的啊。啊，恁拄着问题，有时你要叫人甲因提供，叫人改善，你嘛爱去问专业的，看这安怎来做较安怎，较舒适啊，对不？是啦，是，阮尽量啦，阮尽量尽会做，不是尽量，尽量啦，一定爱安怎去的，你个爱提出正确的方案給我們，给阮，给阮市政府会当去做，较袂安尼现在拢安尼做了无好势，好不？陈大铁，你也是跟搞，尽量啦，因为这个行政权的部分，我们尽量不涉入啦。啊、好，哦，这是安尼吼，甲报告者。来请黄主任做啊，哈、哦。各位同仁，今日对新计划讲有什么意见？如果无其他意见，时间到啊，我无讲散会，哈、哦。下晡两点再过来。直接本席做一个结论，105年度本市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统计表、总计表之审核报告，财团法人嘉义市文化基金会105年结算照嘉义市审计室审核报告之审定数及嘉义市文化基金会105年度结算数含户。各位同仁，
105年度本市总骨损及附属单位骨损统计表与审核报告，以财团法人嘉义市文化基金会105年度的骨损已经依法程序完成审议。各位同仁，如果无意见，今仔日的议程到这结束，感谢咱大家，多谢散会。